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耶、yeah ，很高兴啊！哎呦，给我的给于老师的，哎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给哈、啊，好，谢谢大姐，哎呀，说相声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，对，啊，尤其是跟我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呀，这个您别把我都说一块儿去，您这争嘴，你知道吗？这争这干嘛、哦？谢谢您啊，这是卖不出去，都给我了。好，谢谢您。又挡着那边那几位啊？啊，看得见吗？还看不见吧？看不见，我给挪了。哎呀，活该啊！谢谢谢谢，别花钱啊！真的，我谢谢各位，您来捧我们这就了不起了，您再花钱。这也拿不走，真的啊、您还要干嘛呀？拿走搁家有两天，你就坏了。我下回在这桌子上我弄一个二维码啊，哎，您打着过，你不用看我，你就一随便一扫就行。谢谢吧啊。这个看着郭麒麟他们长大，是我还是很感慨的。是吗？啊，我认识谦哥那会儿，我们都小孩呢，还都是啊。对，刚才在后台看他这白头发，我真是。这是实话实说，你有点难过，就有白头发了。那会儿那多嫩的，嗨，您那时候年轻，小脸蛋一掐一兜水啊，您可能也是太使劲了。真的啊，就是那会儿小时候，你看我呀就属于自来舅。什么叫自来舅？你看我今天这样哈，我十六就这样，就长这模样。十六十八就是老气横秋。哦，到现在五十了，可能还好点儿。哦，人家没有，人家打小那个嫩，啊，年谁没年轻过呀？我印象最深，他大概十八九、二十郎当岁那会儿，哎呦，头发梳的还抹那个发油那个玩意儿，穿个橘黄色的这么一个皮夹克，对，有，哎呦，那个嫩站在那儿就那个骚，我靠，哎嗨。您这什么形容词啊？这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这份心情了。哦，就现在回头一看，跟老大爷似的，不就是老大爷了？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啊，都埋眉毛上了。不是土埋什么？土埋半截了。土埋半截的人了。对了，人是反着埋的啊。好的，我埋了，这是好在啊，后台的孩子们都长大了。对，那会儿来的时候，你看一个个的，小不点儿。对，现在啊。都成家立业成才的，后台一聊天，好，这三十八那四十二的，是我都感慨啊，我你都这么大了。师傅我都来二十年了，你看看那个师傅我来十八年了。感慨多好啊。岁月穿梭催人老啊。是，我跟他们说好好努力吧。好好说相声。对啊，说得好了你就是相声一哥。哦，说得不好，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。哎，一哥们儿差不了多少，差多了，是一哥们儿就跟着大伙儿一块儿混了，就嗯啊，就这努力，是干这行都得有野心，出人头地，对不对？都、嗯、是我得成为挑梁的角儿。对了，我得能干商演，成名成家，全世界巡演，是我得红，我得好，嗯，家里人跟着我过好日子，对，得这样，谁不愿意这样？你不能说我就这么混吧，啊，反正庙会有我就行，哎呦，对吧？我呀，明儿先演一怀柔，后天演一大兴啊。我演是永定河演，对，是吗？没听说。你说就这段录音单独拿出去，大伙儿都纳闷，为什么会乐呢？就得听我们前面那段。对了，所以说看德云社的节目，就这个毛病不好啊。是啊，单拿出一个来，您未必明白。干了这么多年，其实很熟悉观众，是也很熟悉我们这个行业。嗯啊，让观众喜欢你其实不难啊。四个字儿叫雅俗共赏。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儿，太雅不行，太俗也不行。对，哎，有时候相声是俗文化，承认吗？承认，是通俗。对，不是低俗，是通俗。对，你雅，你说你能雅到哪儿去？对吧？有时候有的朋友愿意跟我们说必须要雅，是雅代表着高尚，其实不准确。不对吗？哎呀，艺术是包罗万象的。嗯，你在雅，在艺术行业里边你雅不过昆曲。哦，昆曲很雅。昆曲当年太雅了，还有比昆曲雅的吗？
是吗？清朝的时候那都是老学究，那念书人做官的捧着康熙字典听昆曲。哦，现查。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唱词他都是典故。哎呦，你不看你根本就查不出来。引经据典。太雅了。乾隆44年的时候，北京城就是唱高腔唱昆曲。是。那会儿没有地方戏。44年，乾隆44年，有打外地来一个唱地方戏演员，叫魏长生。资料记载他唱秦腔，到北京这一唱，生动活泼，通俗易懂。场场爆满。导致昆曲没有人看。哟，这后来唱昆曲的人找清政府，到处出告示，严禁魏长生再唱。哟，愣把这人给轰出北京去了，不让唱。打那起，大清律写上了，必须唱昆曲。唱地方戏算违法，哪说理去？那会儿清政府提倡必须要雅，唱昆曲，要听昆曲，当然这是乾隆44年，乾隆55年，乾隆过生日时候，又号召天下所有唱地方戏的，快来吧，给皇上祝寿，就全来了，哎，北京城遍地都是戏台，大的西直门桥以外都是，全国地方戏进北京，轰动天下，把昆曲打败才有的京剧。就在中国戏剧史上，这个故事叫花雅之争。你看有大清律给你背书，有清政府给你撑腰，是昆曲也没打过京剧。你看看这个，就是说雅到极致不风流。太雅不行，太俗也不行。怎么太俗倒不行了呢？于老师一上台把裤子就脱了啊，那是不行，不像话。那可不吗？好，谢谢大家啊。好，稍等稍等。什么稍等？今天的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，我老觉得这就不是演员的问题，这是观众的问题。所以说要雅俗共赏，是吧？怎么能雅俗共赏呢？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，嗨，好家伙！我是给大伙儿举个例子，讲清楚什么叫雅，什么叫俗。哎，对，不是真演，这就说明，比如一个人。这人太脏了也不行，太干净也不行，是吗？有的人洁癖啊，别提这个了。早晨起来，别提这个了啊，是不是？人生活在世界上、社会上，什么事情都要接触。哎，您就说什么叫雅俗？其实按我来解释，就是个合适。怎么叫合适？你看这个说相声的啊，今天啊，什么电视台录像了？是，或者底下坐了好多领导，这个说相声他灵极了，怎么呢？他就知道说些什么适合今天的话。哦，明天你给他搁到村子里边，上村子里边庙会上说，他灵极了。他知道什么话应该在庙会上说。这就叫雅俗共赏，是吗？哎，你想一想，您比如说那个维也纳。唱音乐剧《金色大厅》。哎呦，您在《金色大厅》那儿说一相声，跟您在永定河边上那儿说一个，我永定河就不赶紧洗裤子，就甭说了，不会一样啊？那是不一样啊，合适就好。哦，这么叫合适？合适就是雅俗共赏。你这我给您换个讲法，单讲。比如说，于老师是，于老师出去吃炸酱面去了。哦，北京炸酱面，各位您都去过是？那里边一进去那个氛围。啊，跑堂的伙计嗷哇一叫唤，大伙儿跟着一吃一喝，那个感觉你就觉得，哎，跟我吃这面条这是一回事。市井文化吗？你看啊，于老师带着个女朋友吧，我这岁数了，哎，你这一想就想那么龌龊啊，这有什么不？不是不是，就假设的一个人嘛。虚构。哎，不是您现在的于谦老师。去年啊，去年，那也不成。于老师带着女朋友吃炸酱面，就这么一说。一进门，人家伙计他不都搭个肩膀毛巾吗？哎，对，来了您嘞，手巾膀吗？哎，于老师来喽，是，快坐您嘞。哎，欢迎光临老北京炸酱面啊，都这味儿。那个两碗小碗干炸，知道？小碗干炸，对，这个是术语啊，外地人不懂。哦，什么叫小碗干炸？你上炸酱面馆，他那大锅炸了一锅酱，是这一锅酱能卖800碗。嗯，那个不讲究，讲究的是小碗干炸。怎么说呢？我要三个面，三个人吃三碗面，每一碗的酱都是单独炸出来的。哦，就是为了给你这碗炸的。嗯，哎，这叫小碗干炸，是，其实就是单做的。哦，不是那大锅里蒯出一勺给你放里边。哦，这叫小碗干炸。哦，哎，两碗小碗干炸，多好啊！两样面切条，
嘿，不要青豆，嗯，多来蒜，是两瓶啤酒，十个大腰子，我坐您这。好家伙，我还真能吃，我这就说这意思啊，对不对？你坐在那儿，你俩人包着蒜呢，聊着闲天啊，是，你会觉得这个气氛很融洽，不违和。但是你要换一个环境，你跟这个它就不一样了。换什么环境跟这不一样？比如说您带着女朋友，您到这个奢侈品店，哦，上那儿逛去了，对吧？嗯，跟这女孩于老师的女朋友，老提这女朋友，啊，不是虚构的吗？啊，玉谦儿，嗯，谦儿哎，哎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买块表，嗯，我哪儿勾搭这么一大娘们来？这是什么味儿？这这是高峰他三姨，呵哈，别提他了，啊，嗯，谦儿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买个表，哎，对，你给我买个包，哎，这女的会赶折，哎呀，买个包啊，于老师行，啊啊，对我那么好，给你买个汉堡包，哎，汉堡包啊。啊，你这个人讨厌啊！哎，卖块那个表，哎，对，买手表，几十万的那个表，嚯，还有价！哎，于老师带着他，带高峰这三姨啊，啊，俩人呢买表去吗？是啊，就奔 Seven Eleven 了。我那儿有卖，那儿有卖表的吗？那个，我觉得挺洋气的名字，嗨，不是奢侈品啊？没有，买包去，买包得上那个店啊。对，俩人就奔新发地了啊。新发地有卖包卖表，有个物美超市是吧？卖啥？那更还不如 Seven Eleven 呢。我不懂啊，因为这三姨跟你走了，我哪懂去？嗨，就是奢侈品店嘛，俩人手拉手，嚯，奢侈品店哦，奢侈品店那个服务员人就不能跟那个炸酱面那个跑堂子似的了啊，肯定有区别了。哎，人家穿西装打领带啊，嗯，先生好啊，于老师您好啊，认识。请坐啊，谢谢啊，哦，嗯啊，您是来看这款包的吧？是啊，这是今年秋冬的新款哦，配上秋冬季的短款貂绒外套，非常得体啊。哦，回头喊这同事丹尼啊，哦，把这包拿来，让于老师看一下。哎，我你坐在那儿也俩跟真事似的，那是俩人这装的哎，跟那正式两口子似的。哎，这嗨，这环境这个气氛他都对，嗯，这就叫合适。哦，这就合适了。你炸酱面馆弄得跟奢侈品店似的。不行吗？好家伙，您俩人领着手一进炸酱面馆，有身份这样。伙计打领带过来。对呀，于老师您好，认识，欢迎光临老北京炸酱旗舰店。这还有旗舰店？这是今年秋冬季专用炸酱。是啊，配短款两样面切条。哎，对，那倒是长不了。丹尼，嗯，把那个限量的独头蒜拿来，让他嚼一下啊。那，哎嗯，就不合适啊。那听着也别扭啊。啊，你这个。这你比如说你奢侈品店跟炸酱面馆似的，嗯，也不行，那也不成吗？那是啊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买块表啊，我们上奢侈品店啊，你给我买个包 啊，走吧，他三姨啊，哎，啊，俩人去了，一进门，奢侈品店这服务员搭着手巾就过来了啊，来来来，是啊，于老来了，哎，认识，哎呦哎呦，坏大娘们，嘿，什么话呀，啊？什么话呀？哎呦喂，这可不来呆哎！不来呆像话吗？比那天里好，今儿有头发。别说了，哦，啊，太好了，您快坐，快坐，快坐啊！赶紧说包。给他买包是吧？可不是吗？来着了，今天新出的，倍儿好，倍儿好，就是不好卖啊！是啊，我们掌柜的急坏了，又上火又窜稀的，是吧？什么话这叫？二秃子，二秃子，二秃子，把那包拿着，让于大爷搂搂嘿。哦，哪于大爷？你看，就勾着大娘们那个老于。别说了呢。这好听吗？这个你，这就不合适。他太不合适了，这个对吧？啊，所以雅俗共赏其实就是一个合适。您说这还有一定道理。合适的场合，用合适的技巧，哦，说合适的相声给合适的观众听，哦，他就会有合适的效果。说的对，就这么简单。是说相声，首先得是个心理学家呀，还研究心理学啊，哦？我们净研究人了，是吗？就这么研究，还净上人弄里边。我嗨，那研究的不透吗？是吗？心理专家哦，说相声不容易。举个例子，各位啊，嗯，你看有一个北京小吃，嗯，叫卤煮火烧，有人爱吃，嗯，就是猪大肠嘛，是也有小肠的，对，反正是猪肠子，是猪肠子，有爱吃有不爱吃的，因为它。啊，他原来是装那个的，说白了就这么回事，可不呗啊！炖吊子，啊，那都是那玩意儿，对吧？嗯，九转大肠，是的，红烧大肠，是。这个大肠原来是装那个的，嗯，洗干净了你就吃，哦，你那饭盒
装完那个刷干净了盛上饭你也不吃。哎，你琢磨有点道理哈。你想去吧，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来盆水。嗯，我这洗完脚了。啊，于老师来您洗脸吧。哇，准不干，多新鲜！洗脸水让他，跟洗脚水换一下，他接受不了。对，郭德纲你怎么这样呢？嗯，洗脚水怎么能洗脸呢？就是不干。嗯，可是您到了游泳池，你还扎猛子呢。哎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？你这玩意儿就是我一个人洗脚那水不行。我有洁癖，嗨！咱得讲理啊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嗯，那么些个人，老的少的，在里边泡脚，嗯，对吧？他又不会游的，他净剩跟那泡脚了。啊，您还往里边哇下去，还，哎呀呀呀！别提这个，你怎么愿意呢？啊，对不对？嗯，说这俩人搞对象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嗯，说一说不行，哎呀。一分钟跟你都待不了，我忍不了你，我必须分手，我忍不了，马上就得分手，分手，马上就得分手。对，一分钟忍不了。对了，可是你上班，你也不爱上班啊，嗯，你怎么能忍呢？因为给钱了，你就这么点区别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就咱就得琢磨，就得研究，把它研究透了。其实是研究舞台和人物心理，这对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嗯啊啊。一路玩意儿惊动，一路主顾，一路宴席款待，一路宾朋。哦，大饼卷一切，万物皆可天妇罗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我都没听说过。这句是我设计的。实话实说，说相声其实挺好玩，真的是吗？干完这行别的你都不爱干，这行有意思，你可乐呀，是不是？尤其站上台上。说点这个，说点那个，这、嗯、我挺高兴。嗯、是你挺高兴的，啊，当然了，嗯，有时观众也爱说你们那小孩站台上说那话不像人话，是吗？您多避屈，哦，哎呀，您多包涵，嗯，我们这行有一特点，是先学吃饭，再学养家。怎么讲呢？八岁的孩子站台上说相声，他不能说跟50岁这俩老油条似的，嗯，小孩有一过程，他站着还害怕呢。哦，他得先说点那皮儿薄馅儿大的。嗯，观众一听乐了，俩孩子，哎呦，乐了，今儿死不了了啊！能上来，能下去，在演出的过程当中，逐渐有知名度了。嗯，他自己考虑那句话不能说了。哦，你说不好听，不干净。嗯，啊，我说那个，你台下那几个大美女这样看我多难受啊！你看，他就知道要好了。哦，要脸了，哎，他就慢慢的调整节目了。嗯，这是个过程。是，所以您各位也得多包涵。这个没有办法呀，嗯，都得练嘛，啊，就是啊，慢慢的他就爱惜羽毛了。哦，当然了，爱惜羽毛的前提你得是只鹰，啊，你要是个胆子你就别费了劲了。嗨，别爱惜羽毛了，那就啊，他爱惜个六啊，那个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说相声既简单又复杂，嗯，都不容易，啊，你站着蒙怎么也能蒙下来啊，要想好那是另一回事。对了，对不对？就跟你看我跟于老师，我们说相声，我们非常熟悉的掌握这门艺术。干别的我们也不灵啊，我们干这年头多呀，啊，对不对？就跟说相声似的，全国这么些说相声的，有挣钱有不挣钱的。嗯，那不挣钱怎么？那就得从专业上找。哦，那郭德纲，哎呀，郭德纲，看见人家同仁堂挣钱了，我也开药铺。是，我开多少个药铺？我有信心，我有信心管什么用？谁敢来吃啊？嗯，对不对啊？就跟说相声似的，咱们这要对门说相声挣钱，咱们不挣钱，人家给于老师勒死吧，挂他门口讹的啊。是打官司咱能赢，给咱赔500块钱是吧？我就值500块钱呢，您这把我给豁得太狠了，您这主要人家嫌你脏，哎，就到500了。玩笑说玩笑，其实要谢谢各位观众，是您大伙儿对我们的宽容。是我们这个能力一般，水平也有限。嗯，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了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啊，不吗？嗯，你们不能这样啊。倒霉你们身上啊！啊，这前两天于老师那个单飞就够我们受的了啊！别提这个了，但是也挺好的。怎么呢？也挺好。你想啊，你想这个道理，嗯，啊，网上好多人自媒体人都写于谦怎么怎么着，嗯，我挺高兴。其实怎么您还高兴呢？一个演员，如果连自媒体都不愿意给你编故事，你一点价值都没有。
那也倒是，你看，去吧，反着想，你不值钱哦，人家编你，然后就帖子沉了，你有意思吗？是吧？嗨，哎，非得写于老师，于老师单飞了，于老师一算，你要飞，你走你的，哎，我替你照顾家，好吧？啊，你不用，不用。一说他单飞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人家看出什么来了。哎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还得回来说相声，这是根儿啊，别的咱们也不会啊，可不吗？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叫脱鞋上炕，嗨、哎，一个都不对，说学逗唱，哪有不知道的？观众都知道。对了啊，你说这说学逗唱，人觉着没有意思，人一听上炕都坐下来了啊，哎嗨，说学逗唱，没错。说嘴里得干净，学各种模仿，哎，逗相声的最重要一点啊，乐。听相声为什么呀？嗯，听相声为的是开心，图个乐。哎，如果开心之后，从你的故事当中，能够有一个地方让他觉得有意思，并且值得学习啊，哎呦，这个就很棒了，不错。他这故事里讽刺这个人不好哦，我们得摒弃这种坏习惯，是不做这种假洁癖啊。嗨，这摒弃我这是。这就很好啊，但是你不能一上来就是我要教育你，嗯，你得跟我学好哦啊，你如何如何，人家大老晚上上这听相声图一开心的啊，疯了让你数了大儿大女似的啊，没有意义。对，还有这个唱，唱呢，唱分两种，嗯，一种在学里边，一种就是我们的唱，哦，太平歌词啊，这是本门唱啊，嗯，太平歌词现在观众都很熟悉了啊，过去有一段时间太平歌词挺不值钱，是吗？因为它旋律简单。哦啊，嘿，好家伙，吓我一跳！嗯，你活了活不了。那旧社会，你看那个连拉洋车的，嗯啊，摆摊卖糖的，嗯，都愿意唱这个，他们都唱。哎呀，太简单了，是吗？啊，就是因为简单，后来但没人听，也没人唱。那您给唱几句啊？我唱几句，你们听听啊，好不好？嗯。哎呀，唱一什么呢？你们大伙儿点一个，嗯。这个状态就跟站在怀柔大吉上似的啊！我这是负荆请罪了。嗯，好，行，嗯，喊了半天也没喊出明白人来啊。是，我给你们唱几句，有一个太平歌词叫《满江红》，唱几句你们听听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西子湖畔草青青。千秋景仰五木岭，都只为金兵占了中原地，劫走宋帝回亲二宗，有你马杜康王徽宗继位，那大好河山一旦坑，岳鹏举会师北上，迎二圣则亲会，里通外国他要害英雄，怒发冲冠，凭栏处潇潇雨歇，太王宴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，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莫等闲愁，不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，靖康耻犹未雪，臣子恨何时灭，他长居踏破火烂山缺，壮志饥餐葫芦肉，小叹可饮匈奴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去。好，满江红，哎，这还真新鲜。啊，这个呢，就是说相声就必须要会的，嗯，太平歌词是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再唱什么都归在说学逗唱的学里边。哦，啊，学个什么吆喝呀、叫卖呀、小曲小调、地方戏。哦，这个呢，我跟后台的孩子们我也说了，嗯，我说你们唱啊，就摘自个儿适合的。怎么叫适合？不是每一个人适合所有的曲种和唱法，是吗？你的发音位置、你的习惯都是。哦，你看我有一徒弟叫张云雷，这你都知道哈。啊啊，张小辫儿，
他打小跟着我，太平歌词一句句教的，包括给他摘的，评戏你比如唱个乾坤带呀、啊，唱个什么的，王少安呐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京剧唱个锁麟囊，他也爱，他能接触到，他在天津、北京，因为他唱锁麟囊唱的挺好，确实影响很大。是，还有好多观众捧，哎呀，说我们听锁麟囊是这个张云雷给我们带起来的，这话咱也对也不对，是、啊，确实他影响挺大啊，但是也有人说不对，嗯。我听锁麟囊的时候他还没张云雷呢，嗯啊，这个很正常啊，很要有人跟你这么说你就跟人说对，你说的对就行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，这哎就说别抬杠，别抬杠、啊、可不抬杠、哎、别抬杠，他唱的挺好，他适合这个，嗯，后台有几个孩子找我，你孟鹤堂，嗯，烧饼，嗯，张鹤伦，啊，鹤伦，这仨东北人，是师傅，哦，要唱锁麟囊，嗯，我唱呗，不会，啊，让您教，不会听去，哦，听谁？哦，你听张云雷就行。啊、嗯，不，听他我更唱不过他了。嗯，我说你没有必要跟他去比。是啊，对不对？你各唱各的，有你们的特点。对呀、啊，就想唱锁麟囊，那就唱呗。先来头一句试试啊！啊，我唱一个，来，嗯、春秋亭啊，对，春秋亭呗啊，春秋，来唱春，你看，嗯，春，对啊。村啊，春，对，春，村，哎，我说你这不要命吗？啊，不合适，唱不了。就照你们这个，你们就按照方言唱就行。啊，有方言的这个吗？春秋亭外风雨暴，嗯，何处悲声寂寥寂寥啊？啊，隔帘看见有一个大花轿，嗯，想必是结婚。都鹊桥，嗯，今日良辰在旮旯当欢笑啊，啊，为什么在那儿一劲儿的放声嚎啊？哎呀，回头我把梅香叫啊，哦，他要是再好，我把他挠啊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，我说你别费那劲了 啊，好好唱二人转比什么都强。对，哎，那倒是，他有个合适啊，对他们就合适那个，不合适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嗯你看我跟谦儿哥，我们小时候学这个有关唱戏的时候，我们都专门找那个专业老师教我们，他有培训嘛。那会儿小的时候，我们在曲艺团学员班，是啊，那说学京剧了啊，送到京剧院去。那时候真下功夫，谦儿哥送了京剧院去，我喜欢啊。哎呀呵，他打小他就是他玩心也大，嗯，你说斗蛐蛐啊，喝酒啊，聊京剧院的老头们多爱他。啊，这都能聊到一块儿。哎呦，烧锅炉的王大爷，扫地的赵大爷，嗯、啊，弄抬毯子的李大爷，做饭的孙大爷，一个唱戏的都没有啊，合着，全是打杂的。爱他啊！我那会儿爱唱评戏哦，就给我送到评剧院。你学评戏？那就小姐姐们是唱花旦的，唱青衣的，二十来个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，就嗯。早知道我也学评戏呀、啊，你这，嗯，就为了学艺术啊？那当然是啊。但是他会的，没有不会的。都唱过几句，像我们这法儿，就说这京剧、评剧梆子拿起来就唱，你给大伙唱两句吧，好吧？谁呀？我呀？我可不行，要听唱还是您唱？你看咱俩一块儿给大伙唱几句，好不好？一块儿唱什么？哎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有时候后台唱着玩倒是老唱，嗯啊。评剧有一出了不起的，叫刘巧，这您知道吧？嚯，那是现代戏里有名的。咱俩把那对唱这几句唱上。唱几句行？反正我唱赵柱，您唱刘巧，唱刘巧，好吧？我给您搭个架子，哎，好极了，好吗？你就听于老师，我这个不重要。哦，不是，主要听。哎，您客气了，您来吧。嗯，一见大婶扬长去，众儿心中暗着急，悔不该做事太无礼，悔不该对人瞎猜疑。走上前叫巧儿，我对不起你。咱们俩谁跟谁，何必太客气？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，咱到村子里边解决问题。村子里万一是不同意，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。县里头还是不同意，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。省里头一样的不同意。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。哎，有这词儿吗？这个什么词儿啊？您这哪这么些个不同意啊？忘词儿了吗？刚才就几句吗、啊？你看在这几句听着，谦儿哥唱的味儿好，下过点功夫，味儿好啊。你看这个唱评剧就简单一点，是要唱梆子就难了，梆子不容易唱。哎呀，梆子那个发音位置不一样，是吗？我小时候唱过梆子。
哦，唱了唱时间不长，我就不唱，太难受了。您现在您得唱，不是他关键，你唱梆子，他更讲究是用丹田气。哦，这一出梆子唱下来，小肚子疼，发音位置好，这不一样。你唱平戏，你唱两天你都不累。这梆子什么味儿？啊，那味儿，梆子，你包括唱老生啊，他男老生、女老生还都不一样。您试试啊啊！你看，比如要女老生，女老生他调门又高。哦，您唱，你看，嗯，我的儿啊。倒是发音位置不一样，嗯，通透，啊，调门又高，您再换一个，来，但是要男老生就不一样了，啊，男老生呢？男老生他没有这么高，是啊，所以说他经常就是半说半唱。那您你看王庆林、银达的先生那个，他那个位置找了压低一点，你换一个，他是那种啊，是，可说是，哎，我的，嗯，儿啊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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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真要听，哎，还有一个那个爷爷说孙子的，我就不听了，不听了，啊，嗯，爱什么内容都成，不听了。你看这就不一样啊。所以地方戏我还是学过，是吗？但是我最出头的呢，唱歌，歌不爱唱。我问过好多唱歌的朋友啊，我说你看我为什么唱不了歌啊？人家说你呀，啊，净唱戏了，哦，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大鼓，各种小调你都唱。是这个唱歌的时候呢，你。因为你熟练的掌握了那些传统的技巧，哦，所以你唱歌大伙一听就是戏味了。是是，你得把那些全卸下来。嗯，但是很难，列位，你下那么长功夫了也好，费这么些的就好几十年了，就会这几个歌，没有一个是人味的。是吗？会哪歌？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唱在这里，没有，不错，错了，玩耍，没有，错了，错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词儿错了。哦，您说说，我爷爷小的时候。对呀，对，不是他看谁唱，你知道吗？这玩意儿没有活词儿的，知道吗？回去唱去，老学着，跟唱戏似的。啊，我唱最好的是那个《大约在冬季》。嘿，那您唱唱吧。轻轻的，嗯，我将离开你，嗯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耶，嗨。唱成什么味儿？反正这是准的，对不对？来，会一那个啊，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哦，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哎呀，我以后不跟唱二人转的妇女们一块玩了，嗯，啊，直追张鹤伦。嗯，这都他们教的我。嗯嗯啊，我后来学了一个那个歌，倒还挺好。又学了？嗯嗯，哪个？那个什么？菊花朵朵开，是是哟，不是，哎，不是菊花，什么花？茉莉花不？啊啊，桃花，桃花朵朵开，桃花朵朵开啊！这个我真下功夫，学好几天。嗯，来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嗯，等着你回来，看着桃花开，嘚儿啊没摇人儿呀！断了啊，嘚儿啊没摇。哎，您彻底串二人转去了，这回。怎么唱怎么唱，我哪会呀，反正我唱这个都差着啊，都差着啊，所以说我就玩命，人告诉我你就玩命听，哦，想唱这歌玩命听，就听这一个人的歌，你可别逮谁听谁啊。哦，就听一人，听太杂了容易串，是吗？有一个歌你要唱会了你就都会了。哪歌啊？我这个报告大家，这两年没出了演出，我真是学了一个歌曲。好害羞。你是学了一歌曲还是学了一唱歌曲的人？不，哎呀，这话说的没有毛病啊！我学的是那个谁，学的王菲。啊，您谢谢各位，我学就王菲。王菲，我但是我还不敢唱，我老爸不对，干嘛不敢唱啊？您得练呀，啊！你们对王菲都熟悉吗？啊，要有不熟悉我就好一点 啊！不，您真学她了，啊，真学她了。那您给我们唱一下，怎么？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啊！啊，学一下大家啊，我学一学王菲啊。我不知道你哪位是他的歌迷啊！啊啊，好好好，学学学王菲，来来来，有时间不唱这个，来看看。哎呀，嗯，先跑一会儿，哎，起来起来，起来起来，怎么了？您这是王菲呀？王菲呀？王菲不这样。哎，戴安娜王菲，嗯，啊，就是撞死那个。